嗨，大家，今天准备来做泡菜汤，切点西葫芦吧。蘑菇。端午节不是要到了吗？然后朋友的阿姨包了粽子给我们吃，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下我最近特别喜欢喝的一个饮品，桂花酒酿撞奶。然后用到食材就是这个桂花蜜、酒酿、还有茉莉茶、还有牛奶。酒酿三勺这样吧。I cannot open it. OK, here it is. 我一般就加一点点，就可能这样一勺。然后就加这个茶，这个茶我是这个牌子的，一个日本的。我觉得这个茉莉茶是我喝到现在特别好喝的。他们家茶都很好喝，而且都是无糖的。最后倒上牛奶。哇哦，感觉是那种广东那边的粽子，里面有好多料呀。哇，这里面是肉的，我超喜欢吃肉的，我爱了。超好喝，也不是很甜。哇，这里面还有肥肠、香肠、瘦肉、蛋黄，妈呀，太满足了吧。我感觉奥利瓦能吃两个。嗨，大家，我买的 Aresia 包裹到了，拆个箱。这次我买了两件上衣，一个白色的，还有一个黑色的。白色这件稍微长一点，然后黑色这件是那种短的，都是这种拉链的。它这个面料是和我之前买的骑行裤的面料是一样的，都特别滑，特别舒服。我这次打折就买了这两件，还有我身上这条裤子也超级舒服，还买了一件西装，那个要8月份才能发货，到时候到了再给大家看。那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它这个袖口没有像 Lululemon 那样绑着手的，但是舒服程度的话是一样的。我买的是 small， 我感觉正好的。这个裤子也是超级舒服，感觉穿上就像没穿一样。爱了爱了。我还试了一个白色的，但是我觉得白色有点透，所以黑色的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个话就是黑色的，黑色的可能会更显瘦一点，然后它是这种短的嘛，到这边感觉黑色也很好看呢。如果大家不怎么吃小米辣的话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冻起来。然后是花椒、辣椒粉。
这个衣服挺正好的，好看吧？吃饭啦，拜拜。我们今天来吃麻辣烫，这家刚开的，从多伦多开过来的，现在今天打五折，好多人在排队。Thank you。你要吃麻辣烫还是麻辣拌？麻辣烫，然后我不要芝麻酱。谢谢。我这看起来好辣呀，加了超多。还挺好吃的呀，我感觉很国内了。啊、嗯，兔子，这好淡定啊。兔兔，嗨，来和我一起打包吧。漂亮啊，江江，超漂亮！走了，出门。我们今天中午来吃烧腊，走进去看看吧。啊？今天的丰盛午餐，点了一个烧鸭，还有一个烧腊，白米饭，还有昨天的麻辣烫。吃辣，麻辣烫还是好香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吃饭啦！